准备变形作战。好的，哼，让你们尝尝我宇宙地狱的厉害吧！变形联盟聚合变形。这里交给我和烈风暴长臂，你们快去解救受困民众。海城，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嗯，好的。烈风暴长臂，我们上。能量波动太剧烈了，这么下去整个街区都会被空间缝隙吞噬掉。神机手霹雳炮，我先尝试稳定这些能量，你们抓紧时间救人。嗯，好的。我们也来帮忙，这是最新研发的能量装置，应该能派上些用场。嗯，吵闹，速战速决。好的，收到。小心呐！想不到这两个憨头憨脑攻击这么强，应该是他们的组合强化了威力。那现在要怎么办？把他们分散，逐一击破。明白了，这个我在行。你们看看我宇宙第一的超强组合啊！
神啊！喧闹兄弟，遭殃了！撤！不好，汉头汉脑要逃跑了！别追了，先启动修复系统来治疗损伤的机体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大哥哥，这是我最喜欢的泡泡糖，送给你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霹雳炮，你好恶心啊，好恶心啊！太好了，大家都平安无事。看样子已经顺利解决了。喂，你们看霹雳炮那个样子，跟刚才那两个憨憨真有点像，看来要让我长臂大人培训一下，才能出得了大场面啦。哎呀，这个时候要是再搭上闪光灯聚焦，就更加完美了。如果那样，它就不是霹雳炮了，而是应该改叫长臂炮。啊，你说什么？长臂炮？这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叫法？喂喂，霹雳炮，你不要乱来啊，做个文明人。老爸，查到我们机体异常的原因了吗？我推测，在空间缝隙中，基因石碎片很可能对你们的机体产生了影响。是什么样的影响呢？这得进一步进行机体检测才能确认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果然没错，你们身上的能量来源都是基因石所产生的。各项数据显示，你们的机体结构已经与以前截然不同。简单的说，由于某些未知原因，基因石能量碎片与你们融合在了一起，且重塑了你们的机体。也就是说，是基因石造成的机体不稳定。是的。哎呀，不稳定也无所谓，能让我们变强就好。情况没这么乐观，现在的能量结构反射链并不牢固，应该说相当脆弱。这意味着你们的机体随时可能发生损伤而且是无法修复的。这该怎么办？我们与浩肯星的斗争可是刻不容缓的。我正在寻找改善的方法，最近你们出任务时可得千万小心。你们看，天哪，那是什么？好戏要登场了。不错，目前吸收速度稳定，
能帮助西卡大人吸收这么华丽的能量是我的荣幸。变形联盟应该马上就会赶到，刘蛋，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吧？那当然，优雅地招待这些贵宾才是我们浩肯星人应有的礼貌。今天真是玩得太过瘾了，只可惜海城没能跟我们一起来。之后可要让海城羡慕羡慕。小胖，你看，天哪，这是什么？要找出让机体恢复稳定的办法，恐怕没这么容易。小胖和赵舅现在一定在游乐园玩得很开心吧？海城，游乐园有状况，有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。你们说清楚一点。喂。侦测到131号空间缝隙，地点就在游乐园。什么？小胖他们该不会？我们得马上出动，变形联盟正义出击。我们一定会救他们出来的。神机长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是基因石造成的机体不稳定。侦测到剧烈的能量移动，一定是浩肯星在吸收能量。海城，你和霹雳炮负责救援民众，其他人跟我去把那些浩肯星人救出来。是的，队长。这样一起搜索太慢了，应该分头搜索才有效率。不行。你忘了我们的机体问题了吗？现在单独行动太危险了，单独与浩肯星人对战的战胜率可是只有6.5%啊。长臂，我可是宇宙第一长臂啊，无所畏惧。不能让长臂胡来，我们快追。烈风暴长臂跑哪儿去了？神机手，你看啊，这肯定是浩肯星的科技。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啊。准备好了吗？难忘的体验就要开始了。让旋转更华丽一点吧。尽情旋转吧，只是姿态可能不太优雅。我要晕了，你可千万别吐啊！快停下来！别啊，神机手，其他客人在哪里呢？哇，这真是太过瘾了！快过来一起玩啊！这家伙是个傻子吧？真没气质！哇！哟，这就是有气质的走路姿势吗？你是来搞笑的吧？这就是有气质的站立方法吗？哎，真好笑啊！你快给我停下来！不能继续玩了吗？那好吧，我这就跳下来。不力士，快想想办法呀！
生的，终于得救了。神机场，不好，机体情况越来越糟了。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啊，这长臂他这是？哎，他在跟刘蛋一块玩吗？你这个没礼貌的家伙，居然敢这样耍着我玩，看招！哎，长臂，小心啊！刘蛋，你真没用，我们快走！喂，下次再一起玩啊！没时间了，我们得修复空间缝隙。变形联盟，聚合变形！怕支撑不了多久，动作快！这边走，这边走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多亏了霹雳炮。谢谢你，霹雳炮。长臂呢？哟吼！哇！哦！哎！来，大家一起玩啊！长臂他是跳上瘾了吧？真傻！别管他了。哎。